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Tire Plus 持家持家汽车服务中心，冬季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Hold AR-Con 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今天要那个干嘛？老师生日特别企划，我们要准备要整他，因为他很聪明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整，就是用一个很烂的方式整。那个阿呆有买那个蛇，因为小师他最怕蛇哦，还有怕。可是我也怕蛇，你应该还好。其实我也怕蛇。我们这个是真的没有在谁的，因为我们还有两个保镖在看有没有人进来，太可怕了。你说你买什么大的跟小的？哇，大的跟小的，不要，好丑啊，好恶心哦！真的很可怕、欸，真的很可怕、欸，很真哎、欸。我们的那个流程是什么？我们还没有讨论好。流程就是他在开直播的时候把灯关掉，然后丢他蛇、哦。你就直接丢？我想说，不是我丢，是你丢。什么？没有人敢丢。我还想说是要放在，就是我们就是有那个苦茶跟咖啡嘛，放在那个咖啡袋里面之类的。啊，忘记讲，我们还有苦茶。哦，对，我们还有苦茶。我们那个苦茶就是我们要先试喝，所以他们还是有点良心啊。因为小生台喝到很甜的咖啡，所以我们会先准备一杯很甜，甜到靠杯的，他就很生气、嗯。生气之后，他再喝一个很苦、很苦、很苦，所以就又甜又苦。他会生气吗？他应该不会生气啦，我觉得。会碎念，他应该会骂脏话之类的。好，反正就是苦茶，等一下来喝喝看。剪刀石头布，哦哦，剪刀石头布，我们要听，我们听，停止这个计划，我们停止这个计划啊，走了，拜拜。主意是你出的，好吧，你就喝吧。苦茶不是我说的吗？好了，我给你喝了。那这样分两杯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不应该跟你提的机会。好，干杯耶！干杯，好。干哦，这边、哦、好厉害，喝完了。嗯、没有，没有下，这一定要用下的。用抿的真的很苦。我跟你说，中药比较苦，我这个还好哎。对，气块比较苦，这个还好，而且我觉得这跟他。啊，对，好热，对，你不要做效果。你喝喝看就知道，你含着嘴巴。怎么这么稠啊？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反应。我没喝着它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没有人喝。我算是这个。中药界的翘楚，别说那个，我真的还是喝了22年，中药标啦，中药。不同的玩意儿就是。刚刚讲多久？像这样的爱情。哎，真的吗？你先喝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看是什么东西，他的脸在抽搐。好，来来来，慢慢的。哎、欸，好不舒服哦。哎、欸，真的是苦口良药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一个人没喝、欸，冲冲冲，喝完，耶、yeah! ！好难喝，我觉得还好了。因为你直接入喉了，你没有经过舌头啊，所以这个过了吗？这可以过吗？你过了，我觉得 OK 啊。那我们这个是要一整杯都是这个嘞？可是如果是加奶的话，不知道味道会不会变怎样？所以我们要一整杯星巴克里面都是这个，然后加奶球，加奶球调到像那个，这个是很甜的、哦，这个是这是正常的，还是要这个直接加到这个？我觉得加那个可能会被盖掉，所以我们直接这个，然后加奶精，好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因为它本来是放在星巴克袋子里面嘛，那这样星巴克袋子里面要放一条蛇吗？等一下咖啡打翻，这么明显、啊，还蛮明显的。然后他看到之后就呜吓到，然后之后就喝，这会吓到吗？会耶，所以。我们等 MV 看完之后再关灯、嗯，然后再丢蛇，然后再蛋糕。先冲凉，他不会发现吗？这么明显。看你拍一下这边看进去是多明显。除非他很认真在看荧幕。但他应该会看到风吹草动。放火在里面，我看看有没有很明显。会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的。这么明显。我尽量小声一点。我真的，嗯，好、哦，嗯，很好哦。
啊，我知道，我觉得要有一个人在那边吸引他注意耶，就有人进来说，哎、欸，老板怎样怎样之类的，然后他可能就看这里，然后他如果听到声音的话，然后他一回头，就会吓到。我觉得要有人，我刚刚拉开了，你有听到声音吗？没有。对，可是这边还是要有人吸引一下他的注意。那我要关掉重来哦。好，你关起来。你已经在模拟了。哎呦！这样有吗？吓到哎！哎，我觉得你刚不错哎，我刚没有发现哎。好，那可以 OK 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上面都准备好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好。一群人围在那边，然后还放生日快乐歌。老板生日快乐！老板生日快乐！老板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 ，peace。生日快乐！你知道吗？这种阵仗只有一年只有两次，那样子。就今天老板生日，还有尾牙那天八点钟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其他的没有，其他的就是零零散散的。老板生日快乐，祝福老板你生日快乐，这个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哦，要求啊，冲刚刚签唱会嘞，靠杯，那怎样？也太多人了吧？好，我们要小声的唱，因为怕吓。哎、欸，知道生日就要办在体育馆了嘞，北流吧，北流。小巨蛋，往往你会踢下。真的让我配合嘞！啊，许完了。这个很想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哦，哎，这老板娘特别定做的，这看起来像烧给我的，有没有感觉？下一次的那个蛋糕就是一个屋子了。啊，前面有金童玉女，我跟你讲，他本来要做一台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我本来要做一台车。你知道做一个车的蛋糕要多少钱？那你猜？像是法拉利的那种。他有去问呢，一万五。哦。那、啊、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你一个生日，一种敢那英王爷嘞，啊，吧？鸡鸡切断。这样做特别长。哪有？跟我差不多，哪有特别长？好了，都切完了，耶、yeah, ！吃蛋糕，吃蛋糕。谢谢谢谢，我的爱马仕怎么样？我拿包包去换包包回来。你有包包吗？包包比啊。啊，这是我的包包。断掉，啊断掉了。融化了。来，小智哥，生日快乐。哦，要求啊，用破抓包的呢哦。谢谢谢谢，哎，给我礼物好提，你看，可以现场摘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会不会是那个速度？正常的礼物，正常的。正常的哦。哦，对啊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是啊，知道是什么了。天秤座圣衣啦，哎，这赞呢！我想这生日礼物最棒，我一直想要去买，你知道吗？它的武器是最多的。我真的觉得哦，圣斗士做的很厉害一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为什么一个这个在这边啊？他只有天秤座有那么多种武器，所以他就是知道天秤座的个性，就是喜欢有那种很多收集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各式各样的能力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啊，车田正美这个画这个的很厉害，他只有把天秤座设计有那么多武器，天秤座就是要浮夸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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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觉得我们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我们今年我不知道，阿呆见到问你，这是我啊，我个人，这样就算是最大了，这样很好了，我可以差不多离开了，离开小世界还是离开人世？人世间，这么严重哦。想想我们也做了很多了，遇到很多梦想之中的事情，馆长大冤呐、啊，还有谁？还有接下来还不能讲的。拍完就可以退休了，是你跟阿呆一样哦。我的要求很低，是不是？我是退休，我没有说我去死，我哪像他们烂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应该人生没有再什么更大的高潮了啦，应该就这样了吧，阿呆。你跟周杰伦合唱，那真的可以去死了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Tire Plus 持家。持家汽车服务中心，冬季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Holder AR 抗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哎、欸，泰山，嗯，哎、欸，干这有甜呢、欸。那另外一杯。然后我没有把这条走。
我去看看。台语就是本体啊！哎呀，给你这个朋友啦，是怎样？哈哈哈哈哈！看这种中药的味道，中药味，为什么？看这是怎样？你把这个被他加东西吗？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们 BRD 开出院第一个班说我怎么硬，对不对？好的吗？有中药的味道。你为什么不开直播的时候再喝呢？干恶心啊！苦茶干。我们都调过了，哎，你喝得下去？我还是喝啊，喝一口就不行了。难怪我老婆问我说有没有叫泰山叫咖啡。所以刚甜的那个你没有怎样？甜的没怎样啊，因为你上次会员直播不是说咖啡很甜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就弄了一杯超甜的，就没反应。有什么反应啊？甜的我就跟泰山叫泰山跟他讲说他买错了，干他加台。然后他叫我喝另外一杯，我喝一口，我说干什么有中药的味道。好的，我他妈吃得苦中苦啊！我操，苦茶给我一样喝，你看。那我们今天在四千台八六。哦，你在抖，我有抖，精神抖擞。那你刚直播都在灌了，干为什么？哦，靠，麦力妹，我跟你讲，这跟那个清罐味道一样而已啦。好了，这罐是正常的。好了，还你了。浪费一杯他妈的一两百块的，是两杯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们太早进来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再晚一点进来，我应该这杯会喝完。所以你觉得怪，你还是会喝完？比起你们这些草莓族，看我吃很苦啦！我操，你他妈不要害我落晒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一片酱不好看，这群人他妈猜拳。我们前面已经喝过了，你们喝过了，我已经猜过拳了。每个人都喝一口，有啊，泰山没喝啊。最好看的，哎、欸，拿杯具出来 ，Billy Paul 他送的杯具啊，我当做威士忌处理给你，好不好？就修改冲减碎减碎减碎减，我看，哎，不然不知道会不会下毒啊？不是，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需要水吗？不用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可以啦，拿过冰，哎呦，那柔柔啦，哎呦，有没有方方块还是圆？八天的没有，要死啊！要含着，对不对？要含着，要含着。随便啦，要拱了买啥呀？我跟你讲啦，一定都会经过啦，经过又舌头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些上综艺节目的，好小，那这么可怕、啊。我真的是那样哎、欸，你真的这样？而且我还反刍哎、欸，这样哦、喔。对啊，对啊，前面影片。对，这块比较苦，这个还好，像我觉得这跟他。还好，真的是没吃过苦了。真的还好，我靠，这个中药味道而已啊。让他灌完，好，灌下去啊。好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我这路牌啉苦茶，靠咖啡，现在啉你。那没有咖啡啊，这就是苦茶加奶而已。对啊，你拿啊，我也绕晒哇。找他们，我今天叫嗨。你有没有发现他三十在闭？结果这个完全没有咖啡成分的、啊，没有啊！你说以后我直播喝这个就好了嘛？喝完了耶！还能续杯吗？续啊，干！哎，讲话声音，讲话声音，续！你是有吸到笑气还是什么？带一杯，带一杯！啊，不要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，这个等一下回来叫老板娘喝。哎、欸，快啊，去处理啦！他妈这恶心的，妈我拉肚子，我明天一定要干你们水准。等下他就会被假设吓到，就是这个假设。他唱完歌再开灯吗？哎、欸，是唱完歌再给蛋糕吗？别开，别唱。哦，最后才开灯，应该是看情况开灯吧。我觉得可以丢了。他失败。他酝酿很久，好紧张。泰山怎么还不丢？从那边可以看到窗帘门打开，泰山已经开始在执行他的死亡任务了。但是呢，他动作好慢的，动作超慢。哎，干！下车，上山去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他从外面再丢了这个进来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怎么还有？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！ 我要许愿，我能传脑。Happy birthday！ 还有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耶！竟然还从窗外丢进来。还有，我手
手会不会酸？你手会不会酸？很重哦。这有啥小啦？生日快乐！麦克风啊，不要休息啊，多远？哦，谢谢。刚刚有被蛇吓到吗？我会被蛇吓到，不是从那个方向来，谁不吓到？你不用丢蛇，你丢个宝特瓶，我都会吓到。那你有发现它是一条蛇吗？我看它地上的时候，我才看到，要不然电话线。那是谁丢的吗？我不知道是谁丢的。泰山丢的。对，泰山。好了，这是我们唯一成功的。成功，因为都没有骗到。这表演的正起劲，你们是不是找不到进来的点？对，我要不要打断？有事直接打断，没关系。你们是找不到进来的点。那个，到底是我们太烂，还是他太聪明？我跟你说，应该是我们太烂，因为我跟我身边的朋友讲，他们说，哦，你们怎么那么烂呢？哦，你们应该这样才对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就是要有一个检讨大会，然后希望我们明年真的可以成功。对，今年失败。今年你觉得明年会成功吗？我觉得会，我觉得他这样就会抓到套路了。我们筹备一年一定会成功。筹备一年，所以泰山，你从今天就开始一直说你要离职，你要离职。那天真的，这刚刚好离职。他很奇怪，就是他平常也都很少下来练琴，然后昨天突然来练，对，就突然，然后这边是弹钢琴，弹一些很悲伤的歌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日子。反正我觉得他第六感很强，我觉得他一定知道我们在偷偷干嘛。可是他嘴巴不说，因为昨天他跟我在吃牛排的时候，他是真的很真诚的样子，他真的完全不知道。我觉得他不太会去想这些，然后这都是他的第六感。要不要讲看看刚刚的咖啡？但是还没有直播之前他就喝了。对，这是预料之外，因为想到他直播的时候喝了，所以我们他也没生气。那他怎样？他就有问说，他问你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这么甜？你是不是叫错？哦。可能吧，那另一杯呢？对他家，然后就拿另一杯，然后就哦，怎么有中药味？然后重点是他也没反应啊，继续喝。所以他觉得是知道他可是做作吗？是吗？好像是什么四倍还是五倍的浓度？我们说，所以是里面完全没有咖啡，所以他很正面的，对啊，超正面。然后哦，所以他完全没有发现他自己被整了，就是咖啡的部分。我觉得好像没有，然后哦，然后可是你们之后有跟他讲，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跟他说，你都不觉得那喝起来不一样吗？他就说啊，就中药味啊。哎，然后之后最后一个就是我拿蛋糕进去，然后丢蛇，然后我觉得唯一成功就只有泰山丢蛇而已。好了，不然我们就偷偷的，就是说看有没有网友给我们一些点子，我们明年可以再争，就是现在先给我们，然后一年之后他可能就忘记了。要私讯了，不要打在留言板哦。私讯阿呆的爱。聚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决定了。希望我们明年大家都在，应该没有人会离职。泰山，你要撑住啊！撑住。好哦，拜拜啦！来哦，感谢哦。希望片听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再见，拜拜。小视频我真的很开心啊！啊，对，刚好这个谁提到这个内容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麦克风是不是怪怪的？阿呆。嗯。快调一下啦，快点！找到麦克风，找到麦克风，麦克风也可以。白来生你就看里程嘛，对不对？就像是这个像阿呆这种工具人的话，他这样开来开去也算是白牌车了嘛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欸、他上次有一次叫阿呆调这个，很好笑。阿呆，那个镜头帮我调一下位置。这样子都拍到我下半身了，这路径等一下人家睡不着怎么办？干你啊！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Tire Plus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，冬季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Hold AR 抗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强。